高的，现在的副作用呢，有的人是对于转氨酶有，就是肝功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吃药以后呢，也要查一下肝功能。另外，他汀类药还能增加升高血糖，大概升高10%的血糖。但是我们现在它关于它的肌肉溶解这方面确实有，就是也引起注意，尤其是剂量特别大的，外国人吃的剂量都特别大。中国人呢，现在就不主张那么大，也是防止那个肌肉溶解的。那个可以查激酶，就是吃这个药，一般我们肝功激酶都会查，就是要有问题的话，吃一个月就。吃一个月要交钱就吃一个月药，没有问题就可以坚持。那中间还需要再检查不要这样。